大家好，看我们做了一个富贵凳子，这个富贵凳子说句实话，要是论这个在网上这个东西，我不能说臭烂街了，就是做会做这个多的是，铺天盖地。我们呢，为嘛要拍这富贵凳子呢？我那天跟老袁说说，我说我有个新的想法，我说这个做这富贵凳子，我说是不是把这个飘肩变成石蛤蟆肩？完了之后呢，老袁说：“师傅，那你要说了，我就做回试试吧。那么着，我就让他做一会儿，我把这个东西拆开，拆开大伙看看这个肩是怎么回事。这个做活这种东西啊，不能说这些年，你反正要是拍这么这些凳子嘛的，在全国视频里应该我是最早的这种东西。拿手工做这种东西，一会儿咱看看这号，看看这个活，主要是这个大进小出这一块，看我们能改进的。”我老觉得这活改进完了要比那飘肩强得多，所以说老袁一会儿咱把它拆开，这就是我那徒弟，那湖北那个徒弟，应该在我们这里头应该这也是个高手，做了点上级拍的，做了点那个什么各种顺毛是吧？那个做的不算少，而且各种还创新。这个呢，老袁喜欢创新，所以说我就研究这个活，这个呢是活拆的。声明啊，这个东西是打样的东西，也不是说这样，这是波棱格的，这是月亮扎的料，不是说太好的料，就是为了看看这个活儿。这个做完之后呢，他就送给朋友了。完了之后，咱拆开看看，好不好？主要是看这个活儿。好，老袁拆开吧。这个东西把这个回去咱搁在这儿。这是个船边的面，这应该是大地小粗的东西，把这底儿拆开，这都活拆的。对不了呀，这样比较舒服了。要不是我说的主要是这个活，你看了吗？红旗把它拉大了啊，这个活是大进小出的。我们叫大进小出的，你看了那个飘肩的活，它是一个皮儿趴在这上头。干过活的人知道这个东西，你看啊，这个东西出来一个蛤蟆肩，你这个东西，你看啊，你上上撅时候，你看这个掀起之后，如果这个秤子动，它撅的时候，它是两面有顶头的了，对吧？它这个东西绝对要比这个一敲啊，它这个东西它不舒服。它这个锯子看了吗？你这个活这么一逛，看了吗？它是动不了的，两头急着了。这个活好就好在这儿了。如果你是那个飘肩的，因为我要不拆那飘肩，这是一个皮儿，它等于一个榫头，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呢，它还有一个角度。原什么呢？它这个是上面隆的。所以说这个活我老觉得应该做这个活要比咱那个活难，一个是难度大，按理来说这个活应该比那活要是论结实程度，对，这个应该他比那结实多。所以来说他来回逛不了，你那个是榫头紧，对，他才不能逛了。这个就是打榫头，现在他做这个榫头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如果这个榫头就是有点松，他都逛不了，对，因为他这里头夹着了。你这个两头的膀子你看有多大，他要顶住他。所以说这个视频呢，我们主要是叫看用这个水儿。所以说真的，在这种东西
做没多大难度，这个东西做了会做的人太多太多的，主要是说说这个活，我老觉得以后再咱做这凳子以后，老袁咱就全家做，对，这样做结实，对，家说说你看老袁还有嘛说的，说两句啊。对，这个东西呢，当时做的时候呢，师傅跟我一说，我就研究半天，然后反正我用的方式就是对角线，对，对角线，但是他对角线呢，又不能完全按照他的对角线，反正就是不是九十度的，没错，他这个角不是九十度。对，实际上你在我们要是在我们，人家他们就这么会玩电脑啊，会懂这个设计的东西。要叫我做这个东西，这么宽的一颗料，这么宽的一颗料，就俩三层板，把这个画成四十五度，这个就等于是模。等于这个锅去找它，画完了对上，严严实实一打角度正好，把那个三层板上一踏，把那角度画出来。对，回来之后他要做成批量的呢，那就好办了。不成批量，这几个活来回一放，那么一搓一打，应该板板的没问题。对，反正这不说创新吧，反正我在富贵凳子里，好像那么多年我还真没见过这活。哎，就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到，反正也没有别的意思。琢磨呗，玩呗。对。这个东西别光看料好坏，这都是越南扎呀，什么是不是波罗哥啊，这就是为了打个样。对啊，反正应该我看还行。嗯，行吗？挺结实的。好，老袁，好，就这样。